蒙尘和孟天两个废物，竟然还让臭人妖活着！云洛，天辉，你也有今天！ 他正在用魔族其他人的生命抵消诅咒之光的力量。前辈受了重伤，你先带他去疗伤。天辉、老祖交给我和云洛。我的血肉呢？把他交出来！ 前辈的血肉果然对他影响很大，他已经疯魔了。还想来？哼！恶心的人影和这些邪物一起烧成灰烬吧！只要焚天！ 摧毁所有的南斗仙根，空间凝滞。